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艾尔咖啡。这次要介绍一款风格很特别的回合制战略 RPG 手游《先驱》。故事剧情是讲述世界被丧尸感染，人类要开始集结反抗来改变命运。游戏是那种回合制玩法，每种角色都有不同的能力，角色头像能量满就可以使用该角色的技能。策略排兵布阵，六人小队，可根据职业特点、阵营契约搭配多种策略组合。装备专属武器，英雄能力可以不断提升，根据对手特点派出不同战队，全自动战斗也可手动伺机释放技能。无限策略组合，技能释放动画加上 2D 图会令人惊艳。角色可从抽卡或副本取得，也可以升级角色，给角色穿上装备，装备也可以升级，打造你专属的角色。除了主线剧情，还有街头争霸模式，跟全球玩家一较高下，看谁能连胜最多场拿超级奖励。还有双人组队共同攻略副本，拿稀有装备，匹配相当给力的队友，还可以互加好友。以后再玩，喜欢这种风格丧尸题材的回合制战略 RPG 手游，千万别错过。I'm Jeanne d'Arc, a follower of the Lord. If you want to save the world, just leave it to me.
Cleopatra the Seventh. Am I blue? Surprised, mortals? I, Tesla, am here to see. You guys look interesting. I'll follow your lead.